星宇，你醒了。我真不知道你鸡蛋过敏。喝口水。我不想喝。星宇，我知道你不肯原谅我，但我还是想跟你道个歉，是我辜负了你。 曾经我跟你说过，若无死别，绝不分离。但是韩仁心他拿我妹妹的命和你的前途要挟我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答应他。以前我有个梦，就是跟你白头到老，但现在梦碎了。再说我要吐了。 最近黑市上人体器官紧俏，你妹妹还算健康，应该能摘下来不少。韩公子，对不起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下次我保证完成。废物，沈星宇既然一心为了公司好，那我也该帮帮他。你听好了。好。我去。 哥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抢红包了，抢红包了！我都抢50多了，你看。谁发的？就之前在咱公司偷东西那李贤呐，人现在是卡塔集团特派员，这孙子一来公司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。哥，不行啊，咱不能落后，你也得翻，而且发了比他还大。滚！你怎么这么抠门呢？人一回来就给公司带来8000万的项目，这是要逆袭啊！ 你得有点危机感，还睡，别睡了啊！上班，真是个大项目，少喝点奶茶。哎，哪个部门的？公司给你们开这么高工资用来谈恋爱的？哎呦，这不吃晚饭的吗？不是他。
刚才你发的这份文件需要再修改。星宇，休息怎么样？现在是工作时间。正好，我有个正事儿给你反映一下。公司安保部那个赵无敌，上班时间浑水摸鱼，还跟你秘书偷偷摸摸的。星宇总，我没有。大小姐派你来是负责星宇光电和卡塔集团的联络工作的，不是让你来做风气委员的。你们提交的方案我全都看过，没有一个合格的，全部重做。愣着干嘛呀？走啊！小雨，你不会觉得我过于严厉了吧？怎么会呢？公司就是需要这种严格需求的专业态度。你能理解真是太好了。这个8000万的项目对于公司来说太重要了，我们一定要携手把它推进好。赵队长，赵队长，你来这儿有何贵干？例行检查，杜绝安全隐患。我跟你这野蛮人说不着话。青云，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为了推进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朝夕相处。哦，不，不是需要，是必须朝夕相处。你救了我，还帮公司签了一笔8000万的项目。这样吧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请你吃顿饭。好啊。这你也能忍呐？秋后的蚂蚱，碰到不了几天。干活。哎，星宇，您想吃点什么？随便。那咱们去咱以前去的那家。我们没有以前。那咱就往前。单臂推举50公斤，合格吗？不是你要考验我的工作能力吗？放下来！
李贤的事儿告一个段落了。你没吃晚饭，给你做了一碗你最爱吃的螺蛳粉。那你呢？我不饿。一起吃吧。谁呀？ 走了，怎么了？郑老板出事儿了。郑老板，星宇光电的另一个神秘股东。对什么目标明确？接下来可要警惕了。星宇光电一定会是我。